我的孙子我为什么不能见？到底要我等到什么时候？你去找恩熙向他道歉，恩熙结婚的话对我们就不利了，他们两个如果共组一个稳定的家庭，我们就没什么能够主张要回和允了。跟那个姐姐结婚的话，你还要照顾她的孩子。我想守护恩熙姐跟和允一直到最后，我真的很爱他们。想到这段时间我妈对你跟和允到底做了什么，我真的好难过。在我妈底下守护和允吧，我们结婚吧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给予幸福的人。